选右侧的呀。右侧是什么感觉的？黑色的不行吗？你看我穿的丝袜都是黑色的，你看我穿的这个西装都是黑色，黑色选裤啊，显帅呀，是不是？百搭型啊，黑色男的女的开的都行吗？而且很耐脏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呢，就是那些什么，这些油啊，或者是糖啊，就掉到车的那个某个部位，你轻轻用一个湿毛巾擦就没了，擦就没了，真的。感谢我们的关注的主播们，欢迎 OAO，欢迎新进来的家们。主播这边也快要下播了哈，提醒这位小伙伴们啊，等一下7点半在咱们小夏直播间继续给大家嘿嘿吼吼，然后是给大家就你说我来闹，大家一起开心，一起来嗨，一起来开心，一起来闹哈。好了，那小夏这边就哎呀，还是有点舍不得呀，怎么办呀？行吧，我们还有15分钟吧，我们就休息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小孩就给你大家再开播，好吧？锁定咱们直播间哈，先关注我一下，要不然下一场直播你找不到我的哟。来点一下关注，关注我，然后咱们就每次开播的话都有提醒的哈。如果喜欢小夏的，可以留下您的小关注或者小心心，或者是您的灯牌都可以哈。有钱可以捧个钱场，没钱可以捧个人场哈。咱们一毛钱买不了车，买不了房，但是你能住进小夏的这个小心窝，好不好？来，小夏这边呢就下播了，感谢我们刚刚支持的宝宝们，帅哥们，再见，我们休息半个小时，咱们再来哦。好的。哦，今天差耳环了，又忘记了，不好意思哈，忘记戴耳环了。40万能落地吗？是去顶配的，不用40万，宝宝们想要落地清单的可以点一下这个头像对接我，O 不 OK？好吧，那小这边先下播了，下播的时候呢，统一回复您的留言，好不好？留言到后台，主播就会可以对接到你们了。好的，行，小夏这边就下播了，再见面各位粉丝们，宝贝们。